好吃，都好吃。我们今天要开箱 Bobo 的故事书。不可以，他又要拿我的，又拿我的相机了。我们今天开箱 Bobo 故事书是厉害的，它总共有21本，才1000多块，因为传说中它是打了3折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次买的是中英绘本，我来看看一下这21本有一些什么厉害的东西呢？哇！Bobo 说哇！哇，这个是这第一本是什么？坏脾气的小熊，它是有英文跟中文的。坏脾气的小熊 Bobo， 你看，坏脾气的小熊。咦，第二本担心 Little Worries， 然后还有难过的绒毛小狗狗。哎呀！第四本小瓢虫迷路了，爸爸，这本看起来好像很好看哎。第五本小蜜蜂梅里，我觉得好像质感还不错哎。哇，它这里面有 DVD 哎，不会每一本都有 DVD 吧？看一下，如果有的话，我真的觉得1000多块真的太划算了。有哎，它有 DVD， 每一本都是中英绘本，然后最后面都有 DVD， 我以后可以放给小朋友看。好了，现在第几本了？1、2、3、4、5，第六本咯。我不是讨厌鬼啦。第七本，秘密的煎饼，酷哦。这 pancake 是怎么样的秘密法呢？我之后要念给 Bobo 听。它这个 DVD 的内容是英文正常速度、英文慢速，然后中文故事，然后最后是英文逐句练习，所以它 每一本都还附这个 DVD， 可以直接放给 Bobo 看。哇，好多本哦，我没办法逐一介绍，不过我真的觉得1000多块真的太划算了。我是从猪队友绘本神助攻3Q 宝贝馆社团订的，我觉得真的超划算的。现在如果还有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赶快去订。哇，这个绘本的大小不一样，是长的，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 DVD。小火龙喷火了，看一下后面也有 DVD 耶。哇，宝宝，我看不完的绘本了。哦，它是像这样子。英文，然后下面是中文，所以我们可以念英文给小孩子听，然后下面看不懂还用中文解释，超棒超棒。还有什么呢？中国的传统故事《白蛇传》跟这什么端午节的故事，这该不会有 DVD 吧？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之前买的童书也太贵了吧。这本没有 DVD， 传统故事。还有什么呢？喜鹊会礼让。其实它里面都是比较简单啦，图片都是比较一般，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看得懂就好了。好可爱哦，它的图案比较一般，可是我觉得看得懂就好了。你看它多疯狂。我们快速的略过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。粽子历险记，中秋节的故事，乞丐猫找食物，八宝粥的故事。好酷哦，快要没有了，快要好了。后面几本是中国传统故事，他告诉你冬至汤圆的由来，连我都不知道，我可以认真的看一下。清明节的故事，清明节的故事是什么？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。再来还有什么？吴刚，帅哥吴刚，这都是后面的话是传统故事，可是中英绘本我觉得非常棒，我们还可以自己顺便练习一下那个英文。元宵节的故事，快没有了，快没有，最后一本了。不到一半没有，最后一本就是这个《大魔王与无敌神剑》。重阳节的故事，所以它后面几本是中国传统的故事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可以跟小孩子在什么节日的时候介绍那个节日的故事，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绘本都很棒。可惜的是，中国故事的话后面是没有 DVD 的，不过也是 OK 啦。厉害的地方是它最后面还有智慧练习，就是它有单字介绍，一些传统节日的介绍之外，它还有单字，这是。大人也可以顺便练习英文哦，超棒的。好了，这21本童书我介绍到这边哦，开心的开箱， Bobo 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们从今天开始有好多故事书可以看哦。冬至刚过，我觉得我最近可以先念冬至的故事给他，然后早上又可以放 DVD 给他看，超棒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开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没有说拜拜，拜拜拜拜。